曾经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，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我要用这个月光宝盒回到过去，拯救我的家庭。难道这是天意吗？重来这么多次，你都不知道你错在哪里了吗？一，严禁在商铺内留宿住人，形成三合一场所。二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，线路老化要及时更换。三，严禁在出口和通道处堆放可燃物或影响逃生的杂物。你知道了吗？